然后这就是叫做白通穴，用细卡给阿嬷吃哦。这我会惊，就是，妈呀，这用起来真像蒜头呢哦，我、哦、这卡。加些蒜头，像老大人，老大人我较容易，无即内底惊有一挂幼骨，难得回来就弄一些好料的给阿嬷吃。妈，即个毋知看加些蒜头，好。妈，我真香呢，嘿啊，真香哦！你若莫甲想讲这是青蛙，基本上我感觉应该是海蚝呢。啊，头前才嘛一块肉，对啊。咱若袂啊，妈，那细只乌骨鸡吼，细只乌骨鸡对啦。哦，好啦，就大概这样子啊，哦，清蒸青蛙用给阿嬷吃。